传千里，有缘爱相随。欢迎收看《缘来佳人》，我是张雅婷。定居在台东的越南籍新移民阮清芳是个技术一流、认真又客气的美甲师。在越南就是美甲师的她，嫁到台东之后，继续最爱的工作，很多婆婆妈妈成了她的忠实顾客。骑着摩托车到府服务，越南籍外籍配偶阮清芳自创这样的服务方式，在台东展开他的美指事业。阿贝好，谢谢，欢迎你。指定他做指甲五年了，这位大姐算得上老顾客。阮清芳的技术和细心的程度都让他赞不绝口。旁边的爷爷也是阮清芳的顾客，还是提早好多天预约的。脚指甲的问题要靠好手艺来解决。在越南就是做美甲师，来到台湾他很高兴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。每天第一就是可以帮客人做得美美，还有可以跟你们学习很多东西啊。忙碌之余，阮清芳还抽出时间固定到移民署台东市服务站担任志工。他说十几年前刚来台湾时很无助，能够理解刚嫁来台湾的外籍配偶的心情，很希望能帮他们做一点事。能来这边为大家服务，我是最高兴的一件事。根满族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，阮清芳说一来到台东就爱上这块土地了，希望一直在这里快乐的生活。